早安，拍小片儿。好久不见，想死了。哎，怎么有三个椅子？对，还有一个人，还有一位，你猜一下是谁？我刚魏大勋啊，我猜的也是他。哦，你看哈喽，好久不见。我们俩太聪明了，太聪明了，我全猜中了。猜中什么了？有一种，我还就一进来有一种被看透的感觉。今天最终淘汰的人选是由你们三个直接选定的。能选常驻 MC 吗？可以。好几下。那我就选我最熟的吧，九州。